2月10日，草蜢忘我演唱会将于4月3至5日在红馆举行。今天举行记者会，三人同台，妙语连珠。笑说希望变成当今最红的人奥巴马，为此还特意制作了真人大小的合成纸像。他还表示很希望奥巴马也能来观看他们的演唱会。要忘我嘛，那我希望自己变成那个世界上最红的人。那最近我觉得最红的人就是奥巴马嘛，所以我特别为了那个记者会把我想象的奥巴马在那个舞台上面跳舞的形象呈现给大家看，你看，很厉害的。老实说，真的蛮像的哦。对 啊，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奥巴马可以看我们演唱会。他是欧巴基，欧巴基啊。